真是高手，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，这也太厉害了，这个，哇，这个真厉害，这个好快啊，这也太厉害了，真是高手，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，这也太厉害了，这个，哇，这个真厉害，这个好快啊，这也太厉害了，真是高手。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，这也太厉害了，这哇，这个真厉害，这个好快啊，这也太厉害了，这是高手，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，这也太厉害了，这哇，这个真厉害，这个好快啊，这也太厉害了，这是高手，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，这也太厉害了，这哇，这个真厉害，这个好快啊，这也太厉害了，这是高手，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，这也太厉害了，这哇，这个真厉害，这个好快啊，这也太厉害了，这是高手，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，我那边还有好几局，这也太厉害了，这哇，这个真厉害，这个好快啊，这也太厉害了，这是高手，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，这也太厉害了，来，朋友们，手上这个网吧是一个黄金单丝线啊，四米高，两指的网眼的网啊，我先把这个手绳给理一理啊。撒网之前把手绳一定要把它理好啊，尽量也不让它打卷啊。理好手绳之后呢，咱们把这个腕带套到手上面，来套好啊。然后理网的时候啊，我们把拉线收进网，然后呢抓住网头啊，绳子抓好啊，抓好网头，从上往下理啊。这个网是四米高的啊，所以说呢我就需要的把它抓长一点啊，抖一抖啊，抖一抖之后呢，来这样子对折来抓住网啊，然后把网提起来，盘子放平啊，抓过来之后呢，晃一晃，摇一摇啊，链条不能堆起来啊，不能打结啊，好，链条分匀，啊，链条分好了啊，分好了之后呢，一把抓住网啊，垂直往下一抓，抓网的时候啊，咱们的左手啊，从右手的下面来抓，咱们把这个网啊抓紧，是不是？链条贴紧盘啊，链条贴紧盘了，我们在转盘的时候，链条才会跟着盘子转，这个网才能被转快啊。来，右手啊，咱们抓着盘的侧边，撒网的话看好啊，往前推，往后摆，左手使力，右手来转啊。这个网盘它需要转动起来啊，转动起来之后，这个网它才能够被转开啊。来，再分好一点啊。来，我们来撒一网看看啊。抓好啊，来往前推，往后摆，转，看吧，一撒全开，是不是？一开到顶，看到啊？看这个网顶，看到？来，看这个网顶都是直接铺开的，铺平。